看这巴肚来吼，是黄家的种啦。就算是查甫人吼，伊嘛是可以入门啦。恁就是遐尼啊简单咯、喔，恁都唔知咧。我是流偌济目屎伫咧过委屈，用偌济心机伫咧巴结伊，才得到这个结果的。而且我搁摕我的八字，互伊个老饭店算看卖，我含吴冰春是不是会合？好加载啦，我搁捌一挂机密刀手，我有先算过啊。我的八字含吴冰春是绝对袂合的，所以我摕迄个老饭店是假的八字，唔管伊安怎算，我保证。绝对是天作之合。依华，我拄才甲你强调过，和你妈那入门，这已经是事实的代志啊。冰春本来嘛是反对，但不过伊即摆已经点头接受这个事实，要和你妈那入来做细姨。当然嘛，希望讲你甲冰春同款，去过了后，大家以大局为重，好不？可叫你别问我好不好？因为我讲的无遵守，你讲的才遵守啊！可叫，歹势，我不想要讲啊，是不？美华，美华。哎啦，你表叫王冰春做细爷的代志，即马进行了安怎？敢有需要阮斗相共？免啦啦，我对我家己有信心，而且一定会成功的。安娜，你袂当哦，敢若有信心，迄爱有进展才会用的呢。无恁听看卖，安尼敢算有进展无？拄则我去黄家，而且是王冰春亲身送我转来哦。嗯，可见王冰春对你的态度已经落软。袂阁拜托，唔呐袂拜托，而且伊阁答应要娶我，真实的啊！我这边老可怜啊，都算是黄冰春伊阿咧孝顺你，伊嘛无可能阿大主大义，家己咧做决定啊。黄冰春哦，是全台湾上友好的企业家，当然是因为迄个老饭店叫伊点头，伊才肯答应娶我呀。迄老饭店真是答应要予你入黄家的大门。我看这阿巴肚来吼，是黄家的种啦。就算是查甫人吼，伊嘛是可以入门啦。恁就是遐尼啊简单咯、喔。恁都唔知咧，我是流偌济目屎伫咧过委屈，用偌济心机伫咧巴结伊，才得到这个结果的。而且我搁摕我的八字，和伊个老饭店算看卖，我含吴冰春是不是会合无？哎呦，安娜。你相信这老饭店伊迷信吼，安尼是真好啦。要不然你嘛真冒险呢。迄万不哩讲，若算袂下吼，就算是你巴肚内这一双屎嘛无采工啦。这老饭店家家叫你生卵，囡仔都甲你抱走啊，绝对无你入门的啦。你就是我甲你同款遐尼戆。好加载啦，我搁捌一挂机密刀手，我有先算过啊。我的八字含吴冰春是绝对袂下的，所以我摕迄个老饭店是假的八字，唔管伊安怎算。我保证，绝对是天作之合。这招确实厉害，一旦让你掌握这个铁板心算，安尼洪美华就绝对无法度赢你啊！哎呦，我都无看到想到你这招啦！我哦，就甲阮姊娘去假拜你哦，报给那老饭店就好啊！我今仔日嘛没有洪美华欺负啊，这样尔忝啦！你就是因为无我遐尔巧，所以你才输予迄个洪美华的啊！你安尼讲嘛对啦，安娜，安尼我着祝福你，祝你用个正式踏入黄家的大门。等我入门了后，我含迄个洪美华战争才拄要开始呢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会好好修理伊。安娜，会记得替我母阿囝哦，给修理两分哦。美华，子涵，啊，恁两母仔囝是安怎，哪会哭到安尼？恁放心啦，不管有啥物天大的代志，
拢有我出面替恁担，代志敢有这么严重？你若是有法度担，代志当然袂这么严重啊。上惊的是，你连跳出来的勇气，敢一万都无。美华，你先莫想这么多啦。美华，咱两个人结做阿母，又搁经过一天啊。今仔日夜晚，你是不是应该倒回去家己的房间睏？爸，伫林安那代志还未解决之前，我无赞成妈妈倒去家己的房间，更加反对恁两个共床。志涵，人做事实，看到家己爸母冤家出问题，拢是咧想办法靠劝家己的爸母好好。你咧，哪有人参像咱呢？专工要拆散我甲恁妈妈。我想要拆散，是你甲林安那。我即马一个想到林安娜，我就会高兴啊！我就会脑充血。你这个唔捌代志的囡仔，上好莫伫我的面头前搁提起伊的名。恁两个拢莫搁冤啊啦吼！冰春，我下暗比前几工更加无心情，甲你困同房间。你暗暝伫个遮无采你的嘴暖，较早转去房间休困啊！林安娜的代志是你家己布出来，我不管你的高血压、脑充血，还是心脏病发作，你拢袂当相骗，一定要解决。我一定有在处理，我嘛一定在想一个两全其美、双方拢能接受的办法。双方拢会当接受？你总算讲出你的心内话啊！爸，你凭良心讲，你是不是已经答应？要让林安娜入门啊！志涵，这是恁阿妈的意思。既然恁阿妈已经做出决定，想要说服伊改变决定，恐怕无这么简单啊！两全其美，我看是双赢。只不过，伊爱人是你甲林安娜，啊，阿妈呢？你是把伊放伫倒位？你安尼对待妈妈，你敢讲有良心？志涵。你即马上好甲我掂掂，你愈讲愈超过哦。恁两个拢减讲几句，拢出去吼。爸，之前你嘛讲是林安娜诱拐你，我敢讲，事实已经甲即个伊要做生意同款。你拄仔开始嘴讲袂用的，到最后同款会答应。你的心态，敢若用八个字会当形容，都是欲拒还迎，求之不得。另外一款讲法。叫做爱食假设计。你，志涵，好啦，卖愈来愈无大无小。妈，我读小学的时阵，老师都有教过我距离你将近四级，这跟什么人多、什么人势并无关系。爸，你即马就当我甲妈妈面头前讲，林安娜甲妈妈，你要选伫倒一个，你要留谁？我当然是选你妈妈。好，咱即马去找阿妈，你把你的心意坦白给阿妈讲个清楚。行。志涵，你莫讲闹啊好无？你阿妈即马已经咧休困啊。休困哪有要紧？叫阿妈起来就好啊。啊是你心虚啊？伫阮个面头前讲个是一套，伫阮个背后讲个是另外一套。志涵，你好啊你。今仔夜晚你安尼无大无小，闹到够无站站的，我即马就以爸爸的身份命令你，点去。